大概三从第一次合金，我找你来帮我合，结果你也合不到，然后现在就开始甩锅。妈的，连工作室都有金变了，你还在标题打抽金变干？靠啥？来紫变合成六发，砍一刀，砍一刀。哇，一刀都不砍哦。金色闪电呢？砍死他了吧！起来哦 ！Nope！ 好靠！吓我一跳！啊，从 W 这游戏一开被针对到现在，你竟然还玩得下去啊？啊，扣嘞，这样扣嘞！哦哦，碎了！金变来起来，帮你念咒语好不好？那你要三二一给我 timing 的，奥利给给 timing， 然后大概三念咒语，然后落反案。好，三二一，霹雳卡，霹雳拉拉，波波利娜，贝贝鲁多，我是小魔女哆雷咪。按，他念什么咒语？他用霹雳卡，霹雳拉拉，波波利娜，贝贝鲁多啊。哇，好恶心的、哦，这么恶心会过吗？来了、啊，兄弟们，该中了、啊。蓝宝石，蓝宝石、欸，哎。三、欸、三，你不要按，还有一发，啊，一二三，死路一条、欸。他跟我说死路一条，靠呗，不会不会，会中会中，有 feel。哎、欸，你砍一刀好不好啊？你每次都一刀都不砍，你到底在干嘛、啊？一刀都不砍哦。我到底什么时候会金变呢、啊？我真的要这样子二十发下去哦！好了，雕牌，雕牌，雕牌。今天介绍你们一款游戏啊，丁特也有直播过哦，德州扑克。刚才提到的光头也有直播过这款。You know no money？ 他们都很喜欢打德州扑克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款游戏在韩国这么红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可以直接 Lightpoint 的兑换，你可以直接拿他妈的拿这个金币，然后比方说我要兑换这个200的 Lightpoint 的点数，按下去八万，扣金币，然后直接换 Lightpoint。点数直接他妈的拿去超商买烟买饮料哦，你赢的很多的话，你还可以拿去买名牌包包，喜马拉雅山、嗯。来，第一把先给你们死啊！这个技术成分不像十三只的运气成分这么高哈、哦。让聊天室看看我是如何大杀四方，有本事你们就进来赢我的钱。我跟你说，我打德州起来就不是之前冲山的关月了。他四百三了，给啦，来来来，跟最喜欢梭哈，怎么梭哈、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大学生，我们之前说话是身上只有100块，在那边说话，你在那边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干嘛、啊？大哦，嗯，弃牌，让聊天室看看我是如何大杀四方。这个我直接气了，这个哦，洛凡香啊，硬起来、啊！我跟你说，洛凡那个牌一定是我叼到赔啦，对，硬不起来。哎、欸，你们自己都妈弃牌，在讲什么鬼东西啊？你跟了一千多，然后你 fold 掉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没办法啊，我怎么知道那神龙下来跟垃圾？洛凡拼了，洛凡跟你拼啦！哇靠，一万呐、啊！哇，人家三条！巴拉金啊，真正是巴拉金啊，想冲崩了！超级可悲，送钱，人家绝配，你看这，我看我怎么每次都中，啊，跟一下，没有很大就先跟一下，40块而已，因为79算是很，我跟你说你们打德州，你们要记住一件事，你没有的牌你就不要一直跟，这个底池一直丢一直丢，很可怕的啦，大家都打缺壳我就打，大家都打缺壳就代表说大家都没牌。啊，这个大三加40块、啊，那你他妈有病是不是啊？你干嘛加啊？你加这40块有病哦！看260，200多而已啊。来，200多而已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很便宜，你干嘛盖牌？很便宜，你干嘛盖牌？看他妈这是什么公共牌鸡巴、啊！我这真的是什么小都没有。哎、欸，我吓吓他们啊！爆、哦！哦，哎、欸，大爷三有本事啦，他加800块，凶起来，凶起来，来 big part， 哦，来 big part， 来，啊，所以，啊，哦，你拿什么？
你如果 S 就碎。我这我一没他，他已经掉 S， 他已经掉 S， 你想清楚，你想清楚，他掉 S。我就跟你说他掉 S， 你在那边。他的 all in 就掉 S， 你要不要玩德州啊？我不能吹牛，是不是？哦，看我为什么都拿这种牌啊？哦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我有将近40几%的几率读到同花，两张牌，只要发一张红心的话，只是我这个同花不算大同花，我除非有一张老 K 或老 A， 我才是大同花，所以还不至于到可以。干你娘的！来啦，我同花跟你拼啊！他已经八三条啦。这个叶少爷一定八三条啦，我同花跟你比啦，我就跟你赌一张同花啦。红心后门同花，后门同花，红心红心，好够了，不要再发了，不要发同花给他，碎啦，给他葫芦，他补一张，后面补一张二变葫芦啦。哦，这种牌很讨厌呢，不过没有什么人加注都没有关系。我跟他妈的大三搞一下。哦，六七八九，五六七八九，顺子啊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来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先掉大力三，难看的吗？白痴大力三，他这样子，我顺子，他怎么跟我打？小朋友，你来了，我他，我来啊！妈的嘞，干你妈！来啊，来啊！小朋友还想骗我钱？啊，顺子，来啊，来啊，这么有种，我加2000都这么有种都跟上来，干这公共牌好危险哦，再来啊！哇 ，all in， 这个他妈两黑桃啊！哇操，我他妈跟你们拼了，来开牌，干我 K 牌干输你们。我 KP 刚才说你们同花，这个很危险的公共牌，三个同花他们直接推 all in 哎、欸，干没有？你还敢跟我玩？不会吧？不要黑桃 ，KP 他妈强牌遇到人家后门花，操！我真的受不了，你这真的好在这样子玩，我真的快抓狂了。你这个玩法啊，没有啊，我现在我没输没赢啊。哦，你就推看看，你说推我就推。来韩语韩语，然后让我们三个我们三个对决，然后就我们三个对决，来一个都别走。OK， 好 ，OK， 都不要走，都不要走。来啊，推啊，来啊！我操，我操，来啊！我操，来来来来来，我顶队，我顶队，我顶队，来顶队，我突黑，哎，我三秒，出去吧你。来跟一下，跟一下，给你们一点机会。啊，顺子面有干，公共牌是顺子哎，自己小心点啊！我操，我加那么多，那我加更多喽。哦，我all in都来了，干我他妈的，我all in啊，才来七万了，我他妈顺子牌跟你们怕，拜歉，你他妈做牌开玩笑，我操！韩宇，拜拜啊，拜拜！强力加注，郭云老兄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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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手牌蛮边缘的，我感觉他恼羞乱送的几率很高。脸色讨厌。Q K Q。超级可悲，送钱。来说哈，双说哈，说哈是。你是三万，你当然说啊。左边谁跟我定50万呢、啊？是谁啊？说哈说哈，阿妈阿妈有50万赚钱。哎，阿妈一点。阿妈，我去你。阿妈，你还好吧？阿妈。一点我怎么输啊？他零点而已啊，两张攻啦、哦。有3点，碎了，三点也可以啦。不要拿攻，不要拿攻，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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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。啊！九啊！
这个不可能九，九还合合理，你要喊八吧？啊，随便随随便便啊，看你俩嘞！我看到三遍我吓死，看你俩真的就八，我操！看看，哎，好了，这个游戏叫《金德利与热忱》，有收看喜欢的话按个订阅吧。